对面的路西恩跟巴德是 TPA，也不是 TPB，TPB 的下路，我们将要做一件事情。啊！我看到两只 CS 经验半条，我直接把他两只小只都剪了。他等下蓝霸吃完也不会两等。干嘛？没事没事，干他要出那个虚空之门，他妈的他要出虚空之门修罗哎，我操嘞！我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这件装备，没有别件。一四一，一二一，看这时候赶快暴气拆塔，现在怎样？干这虚了。啊！啊！狙击！感觉是肉色之门，抓小哦！啊！哇！老师，你看我那挖洞，进！我就知道你他妈躲在这。干嘛？我要这样，你不要，对不起。特效准备好了。我滚流浪，我躲了躲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跟我像玩 OLS 哦，就我上次被炸到一个地下室，妈满堆的尸体堆在那边。你们到底想不想赢了这边的 AD 这边的？一走这个爽剪夸张 Q， 他们差点被反偏塔，差点变成 EZ 偏塔。哦哦哦 ，HKE 吗？这是 HKE 吗？不要打人，打珠宝！打人，不要打人，打珠宝！来来来来来来！我就是那头牛，我就是那头牛！闪！不要跑，不要！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吧？我记得剧本是那个牛一直打人，然后就守住啦。为什么一直打人没有守住？我就是那头牛。